树干上的小可爱是世界上最小的种田猴，他们每天会像蜘蛛侠一样趴在树上用嘴耕地，然后等待他们的劳动在第二天产生收成。外形上他们更接近毛脸类弓嘴的两开花，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六小龄猴。侏儒戎猴的体型非常的小，小到人类一只手就可以手拿把掐，因为体型小散热快，所以他们对食物的需求也非常大。在没有秋收之前，戎猴会捕捉一些可口的昆虫，他们是森林中可怖的猎手。如果心情愉悦，他们可以在树干上弹跳3米。而相比来说，他们的猎物也比较巨大，看起来就像是人类在吃一整条手臂长的大鱼。他们基本会吃掉所有能力范围内的昆虫。不过颇有怨言的昆虫幼崽有时候也会支棱起来，它会惟妙惟肖的拟态成毒蛇，让六老师望而却步。而涉世未深的小六对于巨大的蝈蝈也是有些看不懂，除了会对这个奇怪的树叶温柔爱抚之外，他也会被重重的负隅顽抗惊的龇牙咧嘴。在捕猎之余，他们更多的工作是用尖牙在树干上开洞。一般情况下，这些毫无底线的戎猴会把老树生生啃成蜜孔。不过就像老话说的一样，没有能耕坏的田，只有被累死的牛。这项工作老树没怎么样，戎猴倒是要出动全家老小，除了家庭成员间的轮换带娃外，其余时间他们都会在一起非法打洞。而他们打洞的目的则是逼迫老树产出果冻，这些剔透的树枝是戎猴每天主要的食物。六老师拥有一口锋利的牙齿，借此他们可以咬破树皮并让树枝从中渗出来。全世界可能也只有戎猴能生产出这样的果冻。天真的智人同样用小刀在树干上开出一个小孔，但是第二天根本没有出现小孔成洞。学者推测，就像蚊子一样，戎猴的唾液在这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戎猴一般会一胎生两个，而他们带娃的方式则是家庭成员轮流合作。不过对于身体娇小的六老师来说，两个娃实在是有点重，这不仅会阻碍他弹跳捕猎，也会让带娃的兄长变得异常能吃，所以每天的耕地对他们来说就非常重要了。在自然界中，体型越小则保温越差，换句话来说，哺乳动物往往越小越能吃。按照体型比例来算的话，戎猴要吃掉很多倍人类的分量才能满足。有时他们的猴宫果冻也会招来邻居的眼馋。安倍戎猴的体型比侏儒戎猴大4倍，他过来抢民洞，戎猴自然是无法阻拦。不管戎猴种田如何辛苦，强盗掠来的食物吃起来总比农民的付出更幸福。而另外一个邻居吼猴相比来说则要温和许多，他们更喜欢吃鲜嫩的果叶，不会抢夺戎猴的劳动成果。只是这些室友的坏习惯非常的多，除了会不顾及其他猴大声喧哗外，他们还会破坏公共卫生，随地拉屎。拉完之后，他还会做出一副我就拉了，你能给我咋地的欠揍表情。无助的戎猴并不能对吼猴怎么样，他只能等待保洁大郎尽早来维持卫生。雨林中有着一群身披金甲的未来战士，他们是美丽的无翔鸡，专门负责保持雨林的公共卫生，也有敌情无翔特工队会第一时间奔赴战场清理敌情。一个特工就能消灭一个粪球，而成千上百的感想者则完全可以做到重蹈祥符。